加在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甘纳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加珍珠。我们今天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钓虾场，没有来过的钓虾场。对，就在我们平常会出没的地方。风尘，看他的头发应该知道。哎呦！听说这一家钓虾场里面有非常多的设施。就是很特别，它是复合式的，有很多玩乐的东西。在你们开始之前，可以来我们发起珍珠三兄弟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那我们就一探究竟喽！每次都在 cue 我，都要说什么？一进来跟汤姆熊一样，我以为我来到汤姆熊，有点像。我们不是来钓虾场吗？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去过一次，也算是复合式钓虾场，你知道吗？啊。但是那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，很清楚的就看到，哎，钓虾池就在这边。但是这个进来是来到汤姆熊游乐场，我是来到汤姆熊。池子呢？我们带大家找一下池子在哪里。我跟你说，我看到这边我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。你说。这是一个适合带着全家大小一起来的地方。当爸爸想钓虾的时候，就带着老婆跟小孩来这边，他们做他们的事，我钓我的虾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？你每次都这样。很棒哎，这样小朋友也有趣处啊。你骗了不少家庭。不会害家庭破碎就好了。这样不行。但是你有发现小细节吗？什么小细节？我们找到钓虾场，就池子的部分在这边。嗯。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它有围住，就有种做区隔的感觉。个人有点避免小朋友在那边跑来跑去，就是哎，你要去玩去那边去那边，楼梯以下的地方任你跑。对，你就不要跑，跑上来。感觉稍微有点危险，因为有水池。对，木有了。木有了吗？木有了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它还有个厉害的。楼上娃娃机。楼上有个球类运动。篮球场。篮球场也不是。篮球类大颗。差不多跟篮球大颗，排球，排球，排球比篮球小一点，跟篮球差不多大颗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它上面有洞。加珍珠眉头一皱，发现不是他想的这样。高尔夫，高尔夫才这样。高尔夫有洞，篮球这么大，球有洞。对，球有洞，我们走上去看。好，有洞的球我看到了，还有这个声音。是保龄球馆吗？因为我刚刚看下池没有人呢。木有人钓虾，对，虾池没有人，大家都在打保龄球。你会打保龄球啊？会啊，骷髅级的。啊？我要下去了。下次应该会有游泳池加钓虾场。不是吧？那有没有会拿钓竿去钓游泳池？走错池。走错池子，然后就在游泳池里面被虾子夹到。游一游，突然身上都是虾，泰国虾。那边钓虾场注意事项。好，我先看规则一下，看一下。这些是规矩，你明白不？我明白。那我们开始了吗？好。嗨，大家，我们包场。公虾池、母虾池，只有我们这一次。我们这个包场的价格啊，就是一个小时300。包场的价格，一个小时是刚好没有。哦，不是包场价。大家如果要包场的话，欢迎来这边包场。因为第一集的时候你说要怎么知道一家虾场好不好钓，很久没有人。有人的话就会有底。现在我觉得现在不准，因为现在今天是平日上班时间。这时间是蛮冷门的时间。对啊，大家应该都还在上班。开始钓虾了。好。终于可以钓虾了，金竿子。熊幻。这个是 Okuma 熊系列，然后熊系列有出4只杆子吧，然后这是第二代，然后第一代我们没有拿到，然后我们有拿到第二代的熊幻，很可惜只有拿到2只，没有拿到其他另外2只，开箱一起开箱给大家看。我们今天就开这2只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。它这一次做的盒子我觉得蛮有质感，看一下，对吧？有质感吧？有，很漂亮。93H 跟92H， 4567、4567、4568。对啊，下面没什么好说，但是我有上面的疑问。什么疑问？92H 跟93H 差在哪里？数字越小，它调性就越软，对，越软。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，去打游戏，去打游戏。没有钱。杆子有人要买吗？我没有钱让我女朋友去打游戏。蓝色的。很棒。现成。蛮漂亮的。
这个颜值我给100分。大拇指，你给太快了啦！你看完粉红色就不是100分了。哦，对啊，对不起，我觉得这涂装蛮不错的，我给98分。听说这个粉红色才是重头戏啊！对我来说啦，我个人觉得是重头戏，因为我这个人很简单，有粉红色我就给多。真香，真香。我闻一下，新甘蔗的味道。真香，我觉得红色这个配色好看，很美，有一种美少女战士的魔法棒，有没有？有，放在一起大家就能看出来细节。但是这样两只放在一起，很明显就是我会比较喜欢粉红色的。现在都用这种干帽啊，都是用筛子，这筛子也是彩泰的，蛮漂亮的。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平常家人都觉得我很烦的时候，就会说，我有一天一定会把你打死。他除了这句话以外，他还会说：“我有一天一定会把你送去养老院。”我已经想到我晚年的生活是怎么样过去的。我要去开单喽。好、啊。好，那你告诉我要开多久？一个小时好了。一个小时。对，因为我们没有来过这边，然后试试水温。保守一点。对，过过干瘾。好。看看这个复合式钓虾场到底有没有虾。好。那我先开一个。好。好，小母虾，一言不合就喷人家水。你往左边拖，我拖一下去，很棒，很棒，大，大。哎呀，太难了吧！准备，预备备开箱。钓界发展，欢迎。这钓上有一个好处，你有发现吗？这里面是禁烟的。哎，对。你一进来闻这个味道，就知道这边是没有抽烟的味道。然后在游乐场也没有抽烟的味道。站在管官旁边，中，中虾了。中虾了。13号13时间结束。我的时间结束。我要去还单子。我钓完了吗？对，钓完了。嗯，很棒。下课，不要浪费，这个还可以带回家炒炒高丽菜。对啊，他都用这个炒高丽菜。没有下班好吗？那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我们刚刚错了。怎么？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是一个小时，没来过这个场，就是分手一下。啊。但是我现在才看到这个。满三角送一小，等于说这样子可以钓4个小时。啊，4个小时，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好好相处。然后钓4个小时，刚好是大家的下班时间。虾子才刚放，就会有虾。对，其实是我们的问题啊，因为我们挑错时间来了。对，我们来的时候完全没有人。我自己包场，然后也不是说什么开门场，有可能开门场已经被人家清过一次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高手已经来清池了。刚遇到我们的观众啊，请我们喝饮料，真好，真好，观众都超好的。然后小聊了一下，他觉得这边环境很好，是我认同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环境真的不错，就是没有烟味。对。然后你带家人小孩一起来。对，就是这一套。对，你又想要骗家庭过来了。对。但是钓虾的部分你要说一下吗？我自己个人是没什么好说的，我打了2次，我的2枪都放了。对，都放枪。对，都。可能是我们生疏了啊，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有钓虾了。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很厉害，我们其实、就是。我们忘记钓去发展。然后等到去钓鱼的时候钓不到，我们往钓虾界发展。对，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来到
保龄球场，就好好打保龄球，不要在这边掉下。不是保龄球场，它是复合式。假如说有一间钓虾场，像现在这边一样，环境很好，禁烟又有冷气，跟环境不好，有烟味，没有冷气。反正就是你可以一直闻到二手烟这件事情，是我很不能接受的。但是有的人就是我只要有瑕量我就 OK 啊，就可能我不知道会抽烟的人的想法是什么，就是我会抽烟，所以我吸到二手烟没关系，就是习以为常吗，还是怎样？反正是我个人就是很不能接受二手烟。希望观众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会选择环境好没有虾，还是说环境比较就是会闻得到烟味，但是虾非常的多。好，如果喜欢我们今天影片，记得珍珠三兄弟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我是甘阿迪，我是加珍珠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加欢迎。我甲甘阿迪讲好，伫咧10万发落的时阵，抽出甘阿迪的一只礼物，所以各位观众朋友，赶紧发落，嘿，就是发落 channel。可以吗？很好听哎。那我去当歌手好了。好。如果你不明白，我教一下去游泳。你先称称自己几两重。太肥啊，对不起啦。